大家好，我是华兴资本包凡。在我们新经济的领域，中国跟美国却是全世界最大的两个市场。这两个市场之间有一种天然的这种联系，无论是从人才、idea 还是资本的角度，千丝万缕。所以我特别期待看到 Vivi 闯硅谷这样的一个节目，能够促进两地之间的那种交流。我也希望说，在更多的交流跟分享的情况下，能够产生更多更好的项目。祝 Vivi 的节目越办越好，用创新的力量改变世界。谢谢。